Last chance， A 组是有那个的 A 组。A 组有李培南，有李培南，他这个颜色灰跟我们没关系，这个是他们推流，就是这个颜色。这个是 ESO 那边搞的，我们也不太清楚怎么搞啊。李培南第二场，李培南第二场是直接先打 Zest， 上来就偷矿啊 ，Rogue 还是很拼啊，上来就把黄金矿先开了。不看 ZVZ， 看毛不看，比赛都开了不看。颜色变暗点，这个我们没法调，这个是 ESO 里边推的流的这个效果嘛。感谢纯爱处男姚俊杰的一个告别烟花 ，Z 蜜真恶心，这你妈！感谢球奶 ZYH 今年过不了法考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好了，兄弟们，来吧来吧，妈个鸡！OBS 可以调是吧？我看一看怎么调啊，你们不要慌。感谢球奶和夏玉农不能复合的一个飞机。我来看看怎么调啊，这个 OBS 就那个设置颜色很黑是吧？不是太白了，他们觉得就曝光太高了。我来看一看，加个了、啊、是吗？是很白，是很白。你拉着 Rogue 两个狗逼，你先说着，你先说着，我来调一下。嗯，黄金矿，那这个黄金矿的话，伊拉的直接二本啊，他很偷，那狗数也没有，他是直接跳二本。看他这跳二本怎么打，如果进来也看不到。跳二本一攻蟑螂吗？但是如果是一攻蟑螂的开局的话，跳二本一攻蟑螂会有问题啊。你这个一攻蟑螂待会儿别人可以农民 不是不要补全的时候你们直接爆兵就好了，你这有一攻又怎么样呢？对，这个图其实走过去也不近啊。Rogue 的一切的打法都是以防你反打一波为主，就我开了黄金矿之后，然后我不想被你反打。一攻蟑螂看这一攻蟑螂怎么用吧，我觉得一攻蟑螂肯定顶进去了，你至少一攻蟑螂顶一波，然后两攻蟑螂再顶一波，然后用蟑螂的这个远程的输出啊，来把对方的黄金矿给限制住，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这个一攻蟑螂搞得 Rogue 有点不太习惯啊，他狗树还有毒包虫都已经有了，都已经下了，你没有打一波。如果应该在黄金矿这个地方至少插一根管子吧，至少一根管子。啊，飞龙来不及啊，这飞龙你怎么可能来得及啊？别人他妈一攻蟑螂 A 过来你怎么弄？难道你赌他不 A 呢？不可能的呀，肯定一攻蟑螂肯定要 A 一波的。六个 是要用抱狗，用狗来牵制这个一攻蟑螂，但是我认为牵制不住。对，来了这个一攻蟑螂。现在怎么样吧？现在、啊、现在我就调到现在这个了。好了，他们说好了。好了是吧？就这样子对吧 ？OK OK。好了，来了啊！一攻蟑螂，这怎么拖得住嘛？你这种你不可能 A 过去的呀，跟蟑螂打啊？牵制住啦？不可能吧？啊！哎，你妈的，你又没三矿了，你回去干嘛？我看不懂了。这样飞龙跳出来了呀，一波能出十条飞龙，那这你拉着还打毛？看不懂，真看不懂，他是开黄金矿的。
control, and it's up to Alazer to play the more defensive stance, which is really not what I was expecting. I didn't think Alazer was going to kind of accept going into a game like this with Rogue is kind of leading him by the nose a little bit. 你妈一拉着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跳飞龙 Rogue 这个飞龙你妈跳的真的是我只能说他的狗真的有点神出鬼没就牵得很好完美的牵制住了伊拉热的蟑螂伊拉如果第一波就过去的话肉个其实不好弄的他家里面没有任何防守的一个管子都没有别看到这十多条废龙打量也是你们在说我调嘛我总要慢慢调的呀感谢球老仙奶 ZZQ 法考不过的飞机感谢兄弟哎，调也是你们在叫调你妈调的过程你们也要喷妈的记得真的是不是啊他们是这样子的黄哥就为了喷而喷吗不是跳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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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错怪他错怪兄弟们了他们是这样的调叫调的人和喷的人完全不是一波人毛就是一波人老子看到了就调的人叫调的人其实那个他们其实能不能接受这个亮度嘛然后喷的人是他们觉得无所谓只要有比赛看就好了毛你妈我看到了同样的 ID 妈上来的调太亮了太亮了调然后你妈的老子在调的时候他就喷他就开始调你妈呀调感谢 SXX 不喜欢我的飞机感谢兄弟啊老子看到了好吗因为我看不到 ID 吗因为弹幕快我就看不清楚是吧我眼睛看到了来只能最后虫洞蟑螂一波但是这个飞龙已经突破临界点了这个飞龙绝壁突破临界点这可以直接点防空了说对所谓的突破临界点就是你飞龙骑射一下能够秒掉一个哎好像还秒不掉啊能秒了能秒秒掉一个女王就是突破临界点的一种表现现在算调好了没有吧我也不知道调好没有反正就那么回事了感谢 SXX 不喜欢我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感谢兄弟查出来那个小号 IP 就是拱数据的这蟑螂他现在只能用来拖时间啊他们说还亮了点你看老子只要一动就要被喷我不动这个飞龙怎么挡我就问一句这个飞龙怎么挡拿头挡你过来不就送吗感谢球老先来我法治不过的一个飞机感谢你这你妈你知道我说我不动他们说什么这弹幕说不动我老子只要说不动他们就说摆烂是吧你妈的不他们这个的确亮了点这个倒是事实啊的确亮了点就游戏画面的确亮了点今天调的不是很好这个对他们游戏画面是稍微有点那样我再研究一下找找看有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调这个你知道吗但别的好像频道并不能播好像不他们所有都是那个你这个没有用就是他们所有的都是、哦、他们就一个流嘛现在又太黑了你妈的哎呀这两个人黑点就黑点了就那么回事了他们两个无所谓的呀这两个黑点他妈的这两个可以这样好吗这两个可以这样好不好这样够黑了吧这两个黑不黑我就问你们 basically while going muta I mean he got the muta completely unopposed that's just the absolute dream with the economy not falling behind and in fact being a head and basis of his roaching counterpart I guess so yeah I mean there was 摆烂不是我在研究这个怎么调他是要加一个滤镜加个滤镜里面哎呀我找到一个叫亮度值我把这个亮度值拉一拉你们不要慌啊亮度键最大亮度我靠这个他妈也太黑了吧这个他妈的这啥亮度啊
最小亮度，最小。妈的，这个不是这个呀，这个还没有刚才那个。算了，哎呀，我靠！不行，这个亮度键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一个是亮度键，那还是色值、色度值、颜色彩校正。那肯定是色彩校正啊，色彩校正里面把这个亮度稍微调低一点就好了，对比度一会儿再看看能不能再调低一点，对吧？对比度看看这能不能再调一下，对比往上拉高。感谢本人 LWL 愿望不能实现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还有这个球奶法考过不了的飞机。感觉这样就不错了啊，这样可以吧，这样感觉还可以，把对比度也稍微调一调，就这样了，别调了，你妈鸡的，是不是这样就感觉好很多了，好的一笔，舒服了是吧。太暗了，这你妈，哎，不动了，就这样了，我把这个对比度搞回来就完事了，不动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不动了，不调了。这颜色还行。小地图挡住了我的，哎妈个鸡！六哥，你妈这个。打的有点怎么说，有点太保守了，肉哥。这个开局就是那种非常求稳的开局，肉哥，慢狗开。就算踩了气，其实他的气矿时间也是挺晚的。今天我看了一下，李佩南要出现，除非双杀 Zest， 或者这两个重组，李佩南一个都打不过。你没想过他杀了 Zest 再杀 Rogue 就出现了吗？他怎么可能杀得了 Rogue？ 你在搞笑吗？万一呢？没有万一啊！首先伊拉德他是肯定打不过，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想到妈怎么打伊拉德那个疯狂扩张的打法。哎呀，我不会再听你们的了，就这个颜色了，就那么回事了啊。我没有开对比，你们说对比度过了，这些人我对比度一点都没调，你们这妈的天天就说对比度又过了，我没调，你听到一个对比度就感觉我调了对比度，其实我根本就没调。肉哥是直接提速狗先压一波之后，然后蟑螂一波打得非常的凶啊，因为他的狗速比伊拉德要快一点，所以说伊拉德应该是没有任何侦查的一个手段的，就看这两条狗能不能绕进去啊。肉哥这好快啊，蟑螂场。对，他看你才开三矿了嘛，他本来先提速狗一波了，提速狗压把你三个压掉，压完就直接蟑螂一波。对，啊，把这边才踩开，我靠，细节有点好。好了，三矿可以退了呀。这不会提速狗一波过去就结束了吧？农民，这个都不重要，这个只是压一下你，主要还是后续的蟑螂那一波是杀招。对，好了，现在这样咬一咬你就感觉好像是先抱狗，然后而且他这个狗各种在占便宜，对，你感觉好像是在运营的，因为狗好像不是很多，感觉在运营，骗得非常好，对吧？就是一个假压制的感觉，但是没看到三 G D 啊，这个不对呀，啊，这个应该没有，对，这个三 G 没看到，这没三 G D 不对呀，啊，你没三 G D 要一波了，这个要看这盘。这个局面要看肉哥的这个蟑螂的操作怎么样。Time 下一场就打了。走中间没被看到，这蟑螂已经到中场了。好了，这个看到蟑螂难受了。回去变毒爆也按满呀，按到底。啊，换家。
已经来了。换家别人看到了呀，换家换不动啊，换家。换家怎么可能换动呢？With roaches, with just surging, so Elazer's going to be in a lot of trouble regardless. He's going to need spincing his natural base. He has. 这大家在在操作什么？这波怎么能打呢？他应该直接放三矿的。他还想要三矿，他这个啊，这个太二了，想要三矿。哎，被小虫子包抄！哎呀，我靠，自绝后路，这尴尬了。蟑螂，但还是可以打，还是可以打，还是可以打。哎呀，但蟑螂站不住啊！蟑螂，哇，蟑螂站不住，挡住了。对他这样的话，他这个砸的太二了，这砸的。好了，这样的话就十三个农民没了呀，如果对方就狗毒包一直打就行了。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小虫子啊？伊拉德尔骑手把肉哥打了，然后泰姆把 ZS 的干了，然后泰姆把伊拉德尔干了。对吧？泰姆打不过伊拉德尔。我跟你说了，他你们担心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还没有想到如何破解。伊拉兹这招好像是难，很难破。他这招八十个农民开始打游戏的这一招是有点难破。直接GG了，一比。不，他最二的是他想砸卵，然后砸歪了是吧，没有那个砸好。对，这个后面那波小头的速度非常爆炸，砸歪了。不，还是那句话，你们也不要想那么多，对不对？你们也不需要想那么多，只要打就能赢一场赢算一场，不要想那么多。哎，是，就好好打就完事了。这个 JVA 其实他双方打的还是挺激烈的。这个这个比赛 last chance 明年就没有，就应该是今年啊，今年就没有了。今年 ESO 进行的一些改制啊，他们把这个四个线上比赛，就是他们本来应该是夏季赛、秋季赛和冬季赛三个比赛完了之后还有一个 last chance， 四个比赛改成了两个，然后改成了两个是线下，一个是在瓦伦西亚，一个是在亚特兰大，就两届线下，然后把那个 TSL 和宅男杯也是纳入到他们的比赛体系，这样的话他们还是一年会有四届比赛，但是这四届比赛会比较重啊，比较重，就是七月份，在今年的2022年的七月份会有三个比赛同时开赛，就 TSL 宅男杯和瓦伦西亚站会同时开。没有缩水，奖金没有变。对，奖金他只是赛比赛好像变少了，变少了一个，就没有了一个。没有宅男杯和这个 TSO 奖金也提高了。奖金没变吧？就比赛上来好像少了一点。没少，就少，没少，没少，没少，其实是没少的。他们奖金提高了。都是为了给 WTO 让路啊！你说的没错，先把自己骗了。不要骗自己，杯赛就应该给联赛让路。上半年我们就好好打 WTO。呵，你妈干呐！妈，兄弟们随意，我干呐！哎呀，这盘两个人都稳了啊，裸双了都。感谢球奶2022年找不到对象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干啦！GSL 还是继续办呀，他们就马上 GSL 第一届的2022年的超级赛第一届就开始了。是有点黑，我只能说 Africa 还是对星际争霸二还是有情怀的。
built and he has the macro, it's you really can't cut corners and say like, oh well, I think I'll beat this guy no matter what. So let me just go ahead. 接受，继续办，接受，马上下个星期接受超级赛就开了。对。下个星期接受超级赛开，下星期一。还是周一周四啊，每周周一周四超级赛就可以看的。哎，不对，超级赛是周一周四吗？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眼。周一周四应该，下周一。我知道是周一。周一你那个年会你就别来了，你就在家好好播。我要来的，我要来，反正跟我说了一下，要我过来。那谁播呢？我到时候我让。到时候我让牛子哥，我们到时候就让牛子哥和那个 Michael Side 解说一下就好了。哦。感谢球老先来，我今年不上岸的飞机，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我来看一眼啊，超级赛17号，对，17号、20号，对，他还周一周四。然后周五的话，21号，下周五的话就是战队联赛的季后赛，周五、周六、周日。哎，我18号又要去广州，我靠！好事。我要去那个18号，我要去那个番禺那边。番，就啊不番禺嘛，就那边呀。远的一，就那个。番禺不是在那边吗？就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不是番禺吗？毛那个还要往下走很远。哎，那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哪里吗？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不叫番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琶洲。啊，琶洲啊，琶洲往下还有很远。啊，对的，叫琶洲，好像是叫琶洲。哎呀，我准备我酒店我还是住在琶洲算了。为什么？因为我在番禺拍完了，我就回琶洲住了，我就到时候直接就第二天就飞机就回那个了呀。就回上海了呀。基地掉了，肉哥。哎，肉哥基地掉了，有点难受了。他们真会被你爹家子打死啊！这个基地掉了不应该啊，肉哥这里。这不会真的按照黄哥所说的，你妈伊拉着上来把肉哥干了，然后顺手再把李佩南李佩南连干 Zest 和伊拉着。感谢这个懂都不懂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这个飞龙真的是最后搏一枪了。妈的，肉哥现在很被动，那被动的一逼这个局面，除非中国独爆，哎，不可能这种不了呀这个。哎，他为什么要分三条狗去打嘛？那分两条不就好了吗？哎，这种时候两条三条有时候没有那么惊喜啊。感谢猴子大王的飞机，还有朝阳孙一峰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趁你妈黄旭东，你记得我吗？小学同学，趁你妈，他妈你小学同学那么，我说有个弹幕飞过来问我记不记得他是小学同学，我说他妈的小，你把名字报上来呀、啊。首先你要报名字，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那你直接来一句小学同学，小学同学那么多，先报个名字呀，我看我记不记得。三光又被压的完了。对，然后你再看你是男同学女同学，完全看了这个龙塔了。你报男同学。张伟啊，哎，你们有没有张伟的？没有呀，不认识的。我知道每个学校里面必然有个叫张伟的。好，先包，哎，这个包的很关键啊。他们现在把女王吃完之后，飞龙可以直接起脸。他们现在各种刷名字，我靠。韩美美啊，这你妈，我还是李磊呢，我靠。
there on the map with the lynx, and that also, if a laser was unsure about going or applying pressure with the roaches, that made him definitely just go want to go back to try and defend. But he was a little bit late to the defense. Three queens is a lot of queens to lose, and now he has little to work with against this Mira. These ports are not gonna be done in time. So, 这飞龙跳的还可以啊，但伊拉这还是拼虫洞了。哎，但是这波飞龙其实，跳是跳出来，但没有赚到太多啊。因为伊拉这上来是按了很多的房子，所以说并没有让伊拉这这个停人口啊，卡人口啊，强行再咬一次，这个基地只能退，只能退。这是守不来的，现在就主要是压制住你之后，我找机会虫洞。就到处绕，这个太伤了。虫洞应该是在左上角，应该在左边，它有一条狗在那里藏着的。哎，为什么动不来那条狗？不要急。哦，他应该是想下去，在这个三控那个地方点，结果下去看到没人有基地了，他直接在右下角点的。现在主要都是给压力，虫洞点下去了。哎呀，肉哥不会真没了吧？肉哥飞龙能不能过临界点打虫洞？过不了啊，这个感觉。过不了，这过不了呀、啊，这个。他大概差六七条飞龙就能过临界点了。对啊，这过不了，就是女皇加血加得起来的，然后往前走再点一个虫洞可以。哎，这个不能这样说。哎，他蟑螂他干嘛？他怎么在 A 级虫洞啊？他在干嘛？这什么东西啊？伊拉在搞毛啊？他女王呢？紧张了吗？我靠！哎，这蟑螂为什么会这样子送嘛？哇，这个女王来的也太晚了，这个不是让他把飞龙憋过临界点吗？哎，老子人都傻了，我靠，这打的是什么东西啊？他如果第一时间过来，然后再正面点三个防空，然后再点个虫洞，直接就死了。不是，对吗？飞龙已经突破临界点了。对啊，我知道，刚开始点三个防空，直接女王在这里站着，不就结束了吗？啊，对呀、啊。肉哥也傻了，飞龙出去追蟑螂了，这你跑。肉哥你妈的也傻了，只能换家了呀，肉哥，但不一定换得动，他可以虫洞传回去的。肉哥那波蟑螂吃完其实都已经觉得自己赢了。哎，防空爬过来，防空直接换家，直接换家，女皇回去啊，他女皇也不回去。哎，乱战，现在女皇回来呀，虫洞点了呀，肉哥再回点不动，虫洞点不动。我靠，好紧张啊！打的真的紧张。加起来了，加没过临界点，秒不了女王，差一点点。对，差一点点秒女王，那这样的话被戳傻了，没了呀，肉哥这样能量差不多，但哎，肉哥没了，肉哥飞龙打不动了，GG，伊拉子这都赢了，你妈的，哎，这算不算傻逼克高手啊？他妈的，哼。